不过接下来这个懒爸爸妈妈可是会害了小 baby， 来看真的很夸张哦。这个小婴儿脸被抹掉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嘴巴，竟然这个奶嘴是用胶带封起来，粘在这个小婴儿的脸上，原来非常离谱哦。爸爸妈妈懒得呢帮他们拿奶嘴，就这样粘着，引发挞伐。最近网络上流传的这张小宝宝被胶带封嘴的照片，网友表示这对父母亲只是因为半夜无法哄婴儿睡觉，竟然就把出生才20多天的宝宝贴成这样。很危险啊，很危险啊。嗯，那我一般都安安着。我们都不会离开小孩视线。对，就算再忙也不会离开小孩视线。这小孩很可怜。另外还有网友 PO 上了这段影片，小男婴的嘴上除了奶嘴，竟然也被阿嬷贴上了白色的透气胶带，奶嘴硬是被塞在嘴里，小宝宝只能不断的皱眉头。你们刚才怪谁啊？海星奶嘴，不然你都要吵大家哦。对此，医师就表示，小宝宝的吞咽功能还没发育完全，很容易就会把奶嘴给顶出来。许多新手爸妈不想一直捡家中宝贝掉落的奶嘴，竟然祭出了胶带封嘴的绝招。但万一小 baby 鼻塞或是被口水呛到，后果恐怕不堪设想。主要就是危险，就是窒息的危险性，怕呼吸就是整个被闷住了。那另外的话，小孩子吞咽的一个功能协调没那么好啊，所以如果说硬用奶嘴塞住的话，有时候怕就是整个呼吸道都被塞住了。加上胶带粘性强，贴在小婴儿稚嫩的皮肤上很容易引起皮肤发炎，家长为了一时的方便做出胶带封嘴的行为，让医师直呼夸张又危险。中天新闻侯国文、纪博士张欣宜嘉义高雄报道。